这我行，我行，拍啊，拍吗？拍。我们测试过，男生最多是摆到七块，然后女生是摆到八块左右。你们最厉害的才七块。对，是这样摆吗？是的，是的。那我们有可能能到九块。哦，好，不可能。你想什么？我觉得五块六块极限了。体前屈摆积木，第一次竞拍，起始目标是十二块积木。拍吗？别，拍吗？揪一下。七已经超过那个极限了，七已经超过人体极限。哎，他们摁了。嗯。就是，他们摁了，就是。啊，你告诉我九以下吗？告诉我九以下吗？我想等到八再按，但我觉得他们可能要按。我们这都没有人的手摆在这里。你不说你行吗？我说九以下，他九就按了。中队挑战体前屈摆积木九块，先出战。你先上。你先上。我软，我硬。然后大家都拉伸一下啊，不要抽筋了。哎，一点办法都没有，朋友们。然后大家都拉伸一下。坐不直，坐不直。坐不直。我跟你讲，我白鹿连坐都坐不直。我坐都坐不直。活络一下。哎呀！我去。还得再宽吗？岔不开啊，这裤子岔不开、啊。裤子确实有点难受。我就到这儿。李晨先出战，开始吧。你往前，他让你往前。然后呢？完了，然后腿打开，对，前屈，对。你们谁帮忙按一下陈哥的腿吧？这个我愿意帮忙。来来来，我们自己有人，我们自己有人。开始了吗？你得往前跑，来吧。一块啊，就这样，你拍了九块哦。你是九块啊，还有八块，加油。还有七块，能接力赛吗？还有七块。可以，加油！耶、yeah, ，加油！不行，要连在一起。摆好，连上。万万没有想到，一二三，深呼吸，一二三，深。我感觉我像健身房教练。吸呼。蔡文静的呼吸，吸，捡回来，吸，捡不回来，捡不回来了，那就吸，再拿一块，捡不回来，吸，呼，啊，呼，啊，我给你试一下九块到哪儿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咱回去了。晨哥挑战体前屈摆九块失败，你们来吧。哎，不，你要往前，你那个脚黄的在脚踝，对，哎，这好，啊，对，稍微往后一点，稍微往后的，他们盯着呢，来吧，好，这样哈，对，我这也遥不可及啊，估计是都不行，来吧，呀呵，呀，呀。四，呀，跟玩似的。五，一二三四五了。哎呀，我的妈呀，这谁？需要帮忙吗？要不，我没那么想赢。
啊，你没那么想赢。他跟我说我没那么想赢，那是什么意思？我们组的都是什么队员？你别这样，我好害怕呀！一二三，哇！怎么样？再试一次啊！那我给你压腿吧，你这呼我一下，呼你一下，呼你一下，对啊，我说呼我们呼啊，一，呼啊，呀不不还没呼还没呼。二三四五六，好，最后一个七，我这个不算嘛，那个得摆正啊。哎呀，摆正嘛，来摆正，摆正了。现在第七块，呼，后面没力。一，一二三，三。好，不是你这样，你手在最后的时候来一个这样的，就这一下，你知道吧？就这一下，好，明白了。对，咱弹出去。一二三，弹一下。没弹稳，你再来一下试一下。送你们得了呗。来来来，还有机会。陈哥，这么多台机器呢，公然作弊。你们这一组会出现在正片吗？没事，多余咱捡到 Z 世界里。行，那我们放弃了。我觉得放弃了。我们放弃了。大哥来。大哥，我还来吗？大哥来试试。来一下，我觉得有机会。你不是说你很厉害吗？来吧，大哥。一。要帮你一下吗？不要，不。二。我帮你一下吧。不，来，我自己一点点过去。好优雅的手指啊！四啊！我也弄了四个刚才。哎呦，下一个可以啊！来给自己按摩。积木也要休息一下吗？刚才下一个说这个我没问题。啊！第五张。有机会，五个，第六，哇！我这两块现在比积木都硬，我靠！鱼尾纹又多了三条，老师。我跟人肚子阻挠了，肚子太大，要没肚子就够着了。现在恨自己肚子大了是吧？还差一点点，老师，还差一点点，这几个了？这是六个了，那能到九个吗？中队挑战体前区摆积木九块失败，马上我们就进行第二次竞拍，可以竞拍的是黄队和白队。抢六吧。你们也按了，我快，乐姐快，我纯展示，我纯展示啊，纯展示，纯展示。啊！哎，就这个人还敢按七呢？就这老妖。二四。一二三。哎。哎。好，白鹿，你连一块都放不上，就这样还七块，你还拍七块？我为你们拍的。你先把它放正了好吗？我没办法，我没有办法帮你。别贪多，把它给我放正。别急，别贪多。你看这气势，仿佛你已经拿到七了。
是什么声音？你最近要坚持，别动别动别动，最近的康复已经有进步了。哎，好好好好，再来一块。这家玩小汽车的，可以吗？不可以，要摆正，要摆正，一定要摆正啊！你把前面的人，你先把这块摆正，先把这块摆正，我放弃了。凯哥加油！凯哥需要帮忙吗？等，不是，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哎，什么意思？干什么？这什么？这是什么？哦哦哦，他好轻松啊！哎呦，凯哥可以啊！是，妈呀，这原来是芭蕾舞团的吧？这是舞。啊，不要！啊，哦哦，等一下，够不着了。哦，你俩起来一下。有有有！哇，还差一块！加油！哎呀，就，哎呀，就，啊！这俩都拿住！这给我放回去，这放回去，你自己弄一边的。对，求我。这个放回去。凯哥深呼吸，吐气。吹口哨。把肚子开空。你等一下，分开了，这块分开了，别动。快了，加油，加油，加油，凯哥，加油，加油，加油！哇！恭喜凯哥挑战七块，辛苦了。啊，厉害！这芭蕾王子确实是，这横叉。郑振源，要不挑战一下？哎，郑源，你来一下。郑源，来一下。我腿会炸的。来，我在这给你盯着，来。哎呦，撇这么开。我觉得七块太少了。哇，他手长。哇。他有身高优势。哇。五。你早点上来呀，海参！你让他给你，哇，最后一块了！哎呦，还能修复呢！哎呀，还能给我捋直了！哦，哎呦呵，哎，最后一块！哎呦呵，这小伙儿，哇！早点上啊！来，挑战一个，再挑战一个，再给你个8个，8个。你别为难人家了，这个最世界播，最世界能播吗？能播，必须给你播。你整出8个，你都是我的世界了。快点的。你那个手往前，借着点力。哎，对，要不要我帮你们一下后面？可以，来帮你一下。要我？有点像回到艺考的时候。哎呦！9个看不看？张振远，九个，张振远，9个，张振远，九个，张振远，9个，9个有看的没有？9个有看的没有？行了，那就恭喜白队凯哥、振远都挑战成功，所以白队可以在这个项目上获得10分。那接下来我们进行这个项目的第3次竞拍，这次成功的话可以获得7个积分。参与竞拍的是棕队和黄队，你们能几个？咱们正确评估一下，我们就6个，我们6个已经极限了，你们也看到了。6个是极限，咱们就拍7个吧。我们6个是肯定的，10拿9稳的。对，没有问题，咱们就拍7个，不然就直接没机会了。你们只能7个。拍吧，他们抢了，我们6抢了，6抢了，7，
我们抢的六六六六，还赖一个，这组太狡诈了，还赖一个。这个组擅长狡诈呀。好，我盯着，我盯着，我先吧，我最废。好，劈开，不是我脚踝在这儿，去去，我脚踝在这儿，都到膝盖了呢，我脚踝在这儿，天下第一赖呀，这人，来，来来来，打呀妈。脚踝真在这儿，我脚踝我就跟腱长，是不是？好，那别动了，别动了。好，劈开，劈开。哎，可以耶，这才一块，你在干嘛？可以的，你可以的。你要砍过去是吧？你跟我也差不太多嘛，反正是。可以的，哎，可以的，哎，哎，我这盯着你呢，放弃啊，放弃，来下一个，好，周深可以啊，周深是规矩人，规矩人啊，规矩人，我已经到头了，两腿打开，你怎么的？嗯，你也想往前搓一搓？这段好像在哪看过似的。我们得不了分了。你推我一下吧。我推你，我推你，我推你来。来，一二三。啊，不是。啊！我干嘛了？我这你算了算了算了。OK， 我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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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我推我，我忍住。一二三，真硬，真硬啊！第二块，你确定？陈哥加油！好，来，你也加油。好，一二三，走。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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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块，第三块，你这么远吗？给我第三块，这么可以的，陈哥加油！我觉得你往前可以错一点。我不要，三二一走。好，三二一走，三二一走。怎么回事？哎，小妹儿啊，是脚踝对吗？你就自觉点啊！我你女生来吧，一块呀。很轻松呀，两块，三块，太轻松了吧？四块，哇，加油！最后一块，最后六块是吗？我们最后六块，要不要切？这压一下就赢了，你可以。这么轻松啊？再挑战个七块吧。给，我们只要了六块。你挑战一下，挑战一下。你要是这一块上去以后，我们再也不说你人高马大了。对，马上把你说就是甜妹，甜妹加油，甜妹加油，甜妹加油。一二三，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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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挑战一块，八块，八块。经过这两个项目的拍卖，最终。白队获得了20分，黄队获得了14分，所以你们一会儿在画画的时候就会有4分钟和3分钟，而中队就是用2分钟时间进行绘画。紧张有趣的挑战项目之后，大家可以分享我们的丁上市的康师傅无糖茉莉绿茶，零糖零代糖零能量，让我们一起补充满分活力，保持健康状态。这个环节我们要临摹的对象是各种各样的植物。我出汗了，我腰疼。哎，我有啊！啊！不要！哦哦，等一下，够不着了。过年了。大家看到面前有一系列甜甜圈，这是要用牙咬吗？挑战的高度越高，成绩越好。谁能吃到这个？
对，这里的高度是挺极限的，我们可以试着低一点。那我试一个最低的吧。哎，我来了，都连摁脚的人了。我来了呀。哎，我来了呀。哎呀妈！那我摁不摁得住你是个问题。我怕我把你弹的。基本出身顶，飞出去了。来了啊！三二一，滚！可以呀、啊，沙哥可以、啊！喂喂喂！哇，可以！哇塞，沙哥都吃到这儿了，沙爹都吃到这儿，那我们沙哥都吃到这儿了。什么玩意儿？就我都吃到这儿了？这拿我都已经当底呀！每一次为啥玩游戏让我先上？就一看，妈呀，这都吃到这儿了。这个之前我觉得不用挑战了啊。我来，我先挑战沙哥。这个要不要试试？我当然得超过你啊。好的，我试试。哎，我试试。哎，下去。想跟我打棋？你是给我上这边了，给我上这边了。你是给我上这边了，给我上这边了。你要累死了。你要不要最后一个冲盲盒？不要，不要，不要。想超越我那么容易呢？闹不闹？喘气，喘气。好，可以，我可以。来。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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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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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但最起码超过沙爹了。我们最起码要超过。对，最起码要超过沙爹。没事，我们可以一定要这么硬来。不，这关乎我们的底线是一定不能输给沙哥。对，哪怕我们的筋再硬，是的，是的，我们都不能输给你。好想试一下，你帮我按一下。来，我给你按。是不可能的，这个。哇！哇！哇塞！哇！牛啊牛啊！牛啊牛！哎呦，我可看得我腰疼。骨折了。我可以了，我可以了。那你这顶级了已经，你每次都给很多惊喜，看得出来了。坤儿，我觉得咱们里面身高你最高，你有舞蹈功底，柔韧性好，又有柔韧性又有爆发力，这样你挑战一个最高难度，好，好不好？好，直接上最难的吗？你吃这个一点问题没有，真的。除了你，可能也没有人能吃到这个了。我觉得，是，好。来，一二走，一二走。哇，这个好高。等我，我感受它。先尝尝是吧？浅尝一下，告诉自己前面有多香。来，准备。我感觉我像是一个试验品。没有没有，你比较像一个海狮，海狮。哎，不是你这样。海狮。来，准备。
塞，哇塞，哇这个，哇，哎呀，哇差一点点，但是差不多了，就差一口气。这项任务叫做抢水盆，两两站在固定的地方，中间有个水盆，大家根据指令做出相应的动作，当喊到水盆的时候，谁先抢到水盆并把水泼到对方，谁就获胜。啊，这么狠呀、啊、好草率的一个游戏，就是为了泼我们是吗？最后哪一队留在外面的成员越多，那这一队才要获得一个劳动勋章。我们是不是五打五啊？对，根据大家的一些情况进行了一个分组，沙哥和凯哥，轩怡和雨琦，卢卡斯和坤，晨哥和老肖，为什么？嘉尔和 baby， 我跟姐啊，你给勋章我吧，你给，要勇敢，要勇敢一点，好吧，那你们两位先来还是怎么样？不先来啊？还是炮先来？炮想先来炮，炮先来，炮来啊！Lego 郑凯的英文名叫什么？居居 and Paul， 两位先礼貌的鞠躬，请鼓掌，拍自己的大腿，拍自己的脸，往前一步走，拍对方的脸，哎呦喂、哎，摸自己的脚趾，都拍完脸还摸脚趾了，跟对方礼貌的握手。这手有点摸脚踝，炮注意，炮注意，起立起立，拍对方的脸，还是摸脚，这个是吧？左手摸右耳朵，右手摸左耳朵，左手捏鼻子，蹲下起来，水喷、啊、起来，水喷、啊，泼自己脸上了，炮啊，可以啊，沙哥可以啊，恭喜沙哥获胜，可以进入休闲屋进行午休，凯哥等一下要在户外午休，我喜欢自然风。接下来雨琦和轩怡吧，向前一步走，伸出小拇指和对方拉钩，立正，劈叉，劈叉，不是沙溢哥做的时候，你怎么不说比唱呢？你俩有这能力啊，有这能力。你们可以的话就来哇！你们可以的话就来哇！你们可以的话就来哇！你下一个口令是水盆吗？接着差水盆。来抱拳，做一抱。脱衣抱拳，抱拳，抱拳，我跟他学的，抱出拳，这是抓住了，等等等，脱衣，对，深蹲，深蹲，起立，向前一步走，向后一步走，蹲下，起来，水盆，哇，你扔的，哇，你扔的。恭喜比奇获胜！满意了吗？满意了，凯哥，差不多吧。下一组成员，凯哥来吧，来吧，来吧，咱俩来吧。Jerry， 加油，加油 ，Jerry！ 你不让雨神身上沾点水，你说得过去吗 ？Jerry， 有点说不过去了。他俩这太少了。啊，可以，买点，买点。下雨了，啊？下雨了，啊？下雨哦，下雨哦，哇，下雨了！哇，真的，雨神一出来，雨神一走到室外就下雨了，真的，实在是个阳光这么强烈，还下雨。雨神呐、啊，请回避一下。哎，这家邪了，我的，你是不是用力了，哥？没，这也太夸张了，这也太夸张了。天一下暗了，天一下就阴了，哇，真的下雨了，真的下雨，下雨了，憋一下，来回去，来回去，哇，突然一下，哇，起风了，这风雨雷电这点事儿，你哥让老肖给控制了，没。
来吧，怎么搞的？环节吧，环节吧。不是你这水盆，赶快水盆来搓脸蛋儿啊！搓脸蛋儿，搓自己脸蛋儿，搓自己脸蛋儿。你干嘛亲我？没有啊。你干嘛这样子？搓自己脸蛋，搓自己脸蛋，搓眉毛。搓眉毛干嘛？还没有，不行，鼓掌。他想了一想，纹在哪个位置了？扎马步，扎马步，抬起一条腿。默契啊，都是这头。鼓掌，蹲下，蹲下，蹲下，起来。还用水盆吗？我摸脚趾。他俩多玩一会儿就都行了。摸对方的脸，我俩就感觉已经要破水了。帮我把我们两个头撞到，向后退一步，水盆，向后退一步，水盆。哎，这我算我抢到了呀！你是抢到了，但是你被人淋了。好，三号获胜，因为水泼到了小哥身上。哦，还你跟雨神较劲。天哪，下大雨了。哇，这太大了，突然一下。你让他回去好不好？让老肖回家吧。老肖收了神通吧。太神奇了吧。倾盆大雨。太夸张了。大家在雨棚下躲一下雨。哎，这老肖太邪乎了。哇，巨大！哇，下那么大！哇，这太大了，突然一下。老肖，你解释一下，你解释一下，摆脱不了。我刚刚躲在这边躲好好的，走出来被他发现了。这得下到什么时候去啊？这个至少半个小时。把伞给大家，让躲上房间里。来，我们俩一个，我们俩一个，谢谢。你把我们的老肖先送进去，对，我把他带走，把他带走。送进去这下雨，这停雨啊，这好笑啊，真的是。哎，你会不会一进来以后他就停了？一进就停了，雨小了，雨小了。喂，喂，真的？没有。喂，他一进去雨就小了。肖哥今天不许出门，我跟你讲。我们叫老肖哥先回酒店吧，让他回北京吧。先回北京，先回北京啊！到哪儿哪儿下雨，是不是工作都快没了？我真的是停雨啊！停了，还挺神奇啊！别这样，别这样，他会难过的。里边还不如外边呢。太热了，里面让老肖都别出来啊！他不敢出来，他不敢出来了。那继续吧，来吧，上水盆。快了，还有两组。那他们俩要不要叫出来？他们可以在窗户上也能看到。啊，行。来，请听口令：摸自己的耳朵，摸眼睛，摸自己的腹肌，没有，摸膝盖，脚踝。右手摸左脚，右手摸左脚，左手摸右脚，左手摸右脚，左手摸右耳朵，左手摸右耳朵。Baby， 你怎么了？起立！你怎么一站在这个位置？到了，翻白眼儿。哎呀，向前一步走，向后一步走。哎，你们向前了。站下，站下。握手。你把盆蹲中间干嘛？蹲下。来，水盆。恭喜这一组获胜的是 Baby， 我来啊 ，Lucas 来了，来、啊，我们接下来就是最后一组了啊，来，准备好了。向后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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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退太多了 ，Lucas， 向前走。有点近啊，向后退，向后一步走，一大步走，一大步，哇，好大了啊！做一个 wave， 做一个 wave， 哇哦，哇哦，哇哦。
膝盖，深蹲，起立，摸耳朵，摸鼻子，蹲下，起来，向前一步走，蹲下，起来，向后退，蹲下，起来，举牌，举牌。为什么每次受罪的是隔壁的人？恭喜太虚宽获胜。怎么不争气？我也很努力啊。他比你争气多了。不争气的玩意儿。好，恭喜 baby 沙哥、雨琦、老肖、坤儿，你们可以到我们安慕希的冰爽休闲屋里午休。其他成员在我们旁边的沙滩椅上进行午休。沙滩椅都零。好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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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泰国的水是什么味儿的？这水真的是咸的。接下来的家族任务就是一场泳池派对。安慕希的试探，成员一对一进行挑战，分别站在浮垫两侧，一人进攻，一人防守。防守方需要与进攻方始终保持步调一致。进攻方的目的是拿到安慕希，折返跑回起跑线后，当进攻方触碰到安慕希后，防守方就可以对其发起追击，在安慕希过线前抓到进攻方即为防守方获胜。进攻的人自己来控制这个节奏，防守的人要完全模仿进攻方的动作。你做任何事情他都得做，你跳下去他也得跳下去。好，哇，Party！我为大家公布一下分组。扎哥，稍后你要从其余失败的成员当中挑一位，三局两胜会决出获胜者。凯哥跟深深先来，第一局请准备。萨瓦迪卡，奥巴基奶，奥巴甜筒，奥巴基奶。防守的人要完全模仿进攻方的动作。哇！耶！哈哈哈哈哈哈！凯哥形容是消耗体力战术，绝对消耗的。好累啊！哎，防守好难啊！谁给我分的？高球吗？周深胜出。哇，接下来两位召唤位置。哎呀，这个好累，把自己给玩进去了。加油，深深，请准备。嘿，哇哇，哇，好适合，镜像的。这几个深蹲一会儿肯定没劲儿。利用转身，利用转身。没拿着，没拿着。
世纪最严重的手滑。好手滑啊。哦，应该换了对吧？石头剪刀布来决定谁来进攻。其实我觉得进攻有优势。进攻有太大的优势。对。你怎么你都会慢半拍，怎么都是他第一时间是第一时间出击的。对对对对。来了不？来了不？我抓。快当防守。又来又来。表演，再看一个泳池秀，好好看哦！再滚下去了，啊、他就下去了已经。厉害厉害厉害！太秀了，太帅了，跟你讲，太帅了，帅到没朋友，帅到没朋友。我来，我来了，帅到没朋友。那再来吧，来吧，来吧，来吧。那你先进攻吧。好，那我先进攻。这么看不起我们老人？来吧，晨哥。精彩，这也是一场强强对决，力量与力量之间的对决，帅。没朋友，帅到没朋友。你觉得我跟他是力量和力量的对决吗？哎，我发现这体重不一样，体重轻的人很吃亏，是吗？晨哥动一下，我都得那啥，吃亏吗？这都已经下来了。我都下去了，那你就下去了。往前站一点，两只牛蛙，来，来吧，刘梦红啊，哇哇哇哇！第一局全分胜出，这招可以啊，哇，真开心。哇，这下证明了吧，我哥真没有那个假发片，都是真发。他是没有眉毛，眉毛还在吗？你看一下。还有吗？没了没了，确实没了。没了没了没了。先闻呢，现在闻呢。两位，第二局请准备。等等等等等等等。啊，无敌小伙。等一下，富哥啊。还有俩伴舞的，啥呀？哎，无敌会着火，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好帅，你说很帅啊，帅老妈。哎，你这个造型有点梦回你道明寺的感觉了啊。明寺啊，道明寺回来了。明寺
出差好久了吧？出了四年了，出了四年，今天终于回来了。两位目前一比一打平，接下来就是你们两人的决胜局。可以，精彩！安慕希新升级的美味更顺滑，然后还有这个零蔗糖，很好喝的。女生上一桌 ，Mini Go， Mini Go， Let's Go。你要哪边？这边 ，OK。两位，请准备。又没够着，真没够着。根本打不过去，我来了。怎么这么累啊？这个游戏。对呀。两位，第二局，请准备。白露，加油！哇塞，我半百年没下过游泳池了。哎，这水好咸啊！咸是淡，水是咸的，对，有水有盐味。两位，请准备。
啥呀？这啥呀？这啥歌？我的歌。白鹿。你别太投入了啊！舞蹈，这首歌的舞蹈，这首歌的舞蹈，没有舞蹈。静止了。这小哲在思考，你是不是想听自己歌？你在打歌吗？他在听歌，歌要放完了。什么白鹿，你目的达成了？你有没有看见一只小鹿，深深地刻在了每一个观众的心里？两位，第二局，请准备。哎呦我的妈呀！快点把自己给吓整了是。You think me, you will lie.白鹿胜出，恭喜恭喜！我的萨神现在是什么样子？现在就是全都湿透了，已经。程程，程程，这舞蹈这一块也得水平也得上来啊！啊！楼上很多观众朋友们的，我跟你说。眼睛有被扎到，我不会选你的，你的舞蹈不过关，在我这儿。我们主打的是个效果。难怪你镜头多呢，难怪你镜头多呢。再给我一次机会行吗，大哥？程程说再给他一个机会。但他的舞蹈在我这儿不过关，怎么了？我那舞蹈，我这次肯定。我选雨琦，雨琦，你好意思吗？你把你演唱会的舞蹈拿出来。我被淘汰了。我的演唱会非常 sexy， 这次。OK， 你先来吧，歌手。行。那如果我赢了怎么办？对，雨琦若赢了也就赢了。啊，不应该这样。对呀、啊。没事，挺好的，你智商很高。雨琦，不要让着他啊。赢。可以，你不赢观众又得说你划水，阴阳怪气，咱永远不能做一划水的人。拿出你跟我撕名牌的劲儿来，拿出那种感觉好吗？请准备，一起来、let's go。怎么一个他就没了？快打！啊，我上那边了是吧？你别去了，你累，你保存点体力，你在这歇会儿吧。还是与骑士进攻方，虾哥防守。好，准备。再跳一次，这次又是这个动作，你要怎么接住他？接住了。
加点副歌，加点副歌。这个，这超出我的艺术范畴了，有点悬殊。超出艺术，我叫你选我你不信，我的舞蹈希望你能来，他那你来不了。恭喜雨琦胜出。小渔村比拼争夺最后一批推荐词条，活力满分。一名成员出战，站在软木箱上俯身将康师傅绿茶放到尽可能远的位置，并起身复位。你这太敷衍了。过程中身体不能碰到地面，放置距离最远的队伍获胜。每个人都有两次的挑战机会，最终我们就计算最好的前两组的成绩。啊，就是以组里这个三个人其实个人最好成绩就决定组的名次。是的。然后大家都拉伸一下啊，不要抽筋了。这个是活动哪儿的腰？哎呀妈呀，这开始吗？开始呗，让他们先上。好，按积分最高的先上。你们主场，你们先来。行，那就由白队先来吧。这么草率吗？你先试试吧。行，你先试。他应该很可以，他轻。我是坐上面吗？骨头没事吧？就坐上。骨头没事，但我感觉哥好像多多少少有点下不去啊。我使点劲儿了啊。这哪儿发力？大腿后侧。大腿后侧跟小腿。腰不使劲吗？跟腰有关系的话就没这么弱了。哦。你手不要拽啊。啊，你手不能拽啊。对，你不能拽着他呀。拽的是裤子没拽人呢。那也不行，重来吧。一会儿给范儿琦累死了。小伙子眼睛挺尖的。必须的。来吧，重来了。嘿，呦嘿，呦呦呦呦，呦嘿，呦呦呦呦，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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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技术活。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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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米。行了，歇会儿。第二次的机会我们等着。来下一组，锤哥上。哎呀。哎呀，我都没地儿坐呀，哥哥。坐了吗？我坐了。不是，我这有点不舒服，哥哥，你这硌着我了。你基数太大了，他压不住你。哎呀，头疼，不行。你为啥疼啊？不是，你得坐住我呀。他坐不住。他这个能坐的地方怎么那么少？我能正着坐吗？可以。哦。你能压住我？你能压住我？等会儿再来一次。你头往后一点，这样更重。哎，对，哎，上套路了。下去，输了。晨哥第一次挑战失败，没有成绩。等会儿我先起来一下。不是，我这个腿实在抽筋，抽的有点。是游戏的事儿，还是这个年龄开始？年龄。
你得先这样，对，然后一人压一条吗？就一人压一条。要不要我压脚吧？可以。Yes， 可以，可以，可以。Yes。哦，对。哇哦！我怎么那么累啊？一米二三，还可以哈、啊，可以。来，下一位成员。啊哈！这肯定压得死死的。压好啊，哥。好。我怎么感觉你要把脸贴地上？不是，弟弟手往前伸啊，手往前伸啊！哎呀，我去！你站起来了？你真是发力啊！我靠，发力的点不太对啊！哦，有希望，你还得回应啊！哎呦！出去了，出去了。汉晨晨的成绩是1米16.5，接着来下一组。过来，过来，给坐一下。哦，我的腿啊！怎么我们队两队帮忙啊？那咋整啊？你别说，挺踏实。过年了，快停身，快停身！可以的吧？我该能起了。对不起，不来，起不来。算了算了，再试一下，再试一下，再试一下。来来，我压你了。嘿，我的任务是把它够回来，是吧？我给你拿回来，来来来，我给你拿回来。谢谢哥。来，你在这儿行吗？哎，行，那这是我们成绩了。走，这好像真，哥你压住我呀？压住呢？哦，哎、我感觉他的小腿其实是翘起来。不行，来来来，来再往前，再往前。哎，你怎么差一点？我压不住去吗？回吧，回吧。哎，哥别动。啊啊！哇哇，已经很远了，我觉得没我们远。黄星辰挑战的成绩是118厘米，下一位成员白鹿。哇，你这个坐的地方好少啊！走。哎呦，很轻松啊！哎呦，哎，可以啊！哎，立起来，回。啊，可以啊！啊，可以啊！好远啊！哇，这还挺远的，很轻松，比我差。我来，我俩一起压你吧，来吧，这样要不要？行吗？你俩坐住了吗？你俩坐住没？坐住了，坐住了，坐住啊！你俩可坐住啊！坐住了，我往前了啊！走走走，往前了啊！炸！扯，这还不算。快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等会儿，我等会儿。哎呀妈呀，这坐住啊！坐住了。行了，放这儿吧，哥哥，可以了，已经很远了，老大。97厘米。哎呦我去！小腿是吧，哥？疼。该谁了？石油员。好。还有身高优势。哎呦！哎呦呦！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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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呦！哎呦！怎么那么轻松？哇！最远了，超越了，1米28。哇！还是年轻啊，真厉害啊！哎呀，张真远呐，张真远。真远，吴一涵，把他们都干掉。我来压，好，可以了吗？可以。怎么样？加油！哦哦，可以。哇塞！哇塞！可以，就这。我感觉腿没压住。
我已经很重很重了，哎，压不住，压不住，起来，起不来，腿滑下去了。他不是压不住，他得快给你压断了。他不是压不住，你腿使不上劲儿，可以试试两人，来，来。锁住，好。加油加油！哎呀，不行就不行，能不能上去？不行，再上去，回去拿，再往回一点，瓶子哎，对，放这儿，放这儿，我放这儿起来吧，边吧，我放这儿起来吧。他放这儿咱就起来。哦，那不行。沙哥刚刚眼睛里都有光了。太激烈了。来，海哥。坐了啊，趴着。嗯。哎呦我的！哎呀，你这么压呀？哎呦我天哪！哎呀，还这么压呢？来了啊！来吧，可以了啊。有了。这妖妇，年轻人，差一点，差一点，你小心点啊！郑凯也有那个习惯，你发力容易后面讨厌。好，我的妈呀！有了，哎，好，哎呀，有成绩就行。有成绩，有成绩，第16。接下来给大家公布一下目前的排名情况。我们三个差不多哎，怎么这么平均呢？我们在每人的两次机会挑战结束之后，可以无限次数啊，挑战其他组最远的那个距离。对，你们可以让我们先。你们不用玩，你们不用玩，你们谁超了，咱就把他灭了。谁超，击毙你！翟先生，翟先生，干！来，咱俩这样，一人坐一边，这样行吗？可以。哎，哦，哎，很好，很好。超过了，在这儿呢，兄弟，这得是水平，是不是？鲁豫小的成绩是1米26.5，超过了范儿了，没超过甄媛。哇哦，太厉害了！我们的氧气女孩，鲁豫小不会这块8块腹肌吧？那我们范儿杰要挑战。怎么这么卷干嘛呢？你们不用那啥，我们原来也第2。不，那我们也要把你们干下去。干下去我们也是第2、啊。不行，我争口馒头争口气。哎，所以我们要蝉联前2。我必须的，我们都想蝉联前3。你快点的。接下来范世奇第二次挑战。哎呦。过了甄媛，轻松啊！我天哪，太轻松了！怎么都这样？范世奇的成绩是1米35，目前场上排名第1。这小子真能啊！哥，这句话在东北可能是最高评价，是不是？这小子挺厉害，这真能啊！这小子真能啊！这小子挺厉害，这小子真尿。甄媛，挑战一下吗？试试吧。让我们队自相残杀了。对，你再试10轮，然后咱们去撕名牌累死你。你这个意思是吧？这个意思。咱们这是一个自我超越的过程啊。人家摆，你们俩在后面演的。怎么了？哦。超没超？哇哦，超了1厘米！甄媛走近我，先得胸肌、腹肌、大腿肌。
文熙，你要不要再挑战一下？我没必要。我觉得你应该再挑战。他不消耗了，我不消耗了。要！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就差一厘米。我不消耗体力，我不消耗。咱们已经中了他们的毒计了。我不消耗了。还有没有挑战我们张真源的？我再试一次。放马过来。我上了啊！超越了蓝队啊！没有，真超了，超了，真超了一点点，超了，真超了一点点。凯哥挑战的成绩是128.5厘米，把我第三名挤掉了。那我们有分了，有了。哇！恭喜白队可以赢得两个词条，中队可以获得一个词条。像任务。在中国传统的戏曲表演艺术中，有一个独特的动作叫做亮相，通过主要角色上场时的短促停顿来集中而突出的显示人物的精神状态。接下来我们这项任务就叫做亮相。我们每一局都有一个九宫格题板，题板中有八个动作题板和一个安慕希亮相题板，成员随机报出数字，翻开对应的题板，如果是动作的题板就是那张上一块障碍板，直到翻出安慕希亮相牌，然后开始挑战过障碍，穿过障碍没有破坏障碍得一分，未穿过或者穿越时损坏了障碍板还要扣一分。还扣分啊？得的板子多就好吗？抽到的板子越多，得分的概率也越大，但很有可能扣分的概率也越大。嗯，明白了。安慕希亮相题板上为大家呈现的是安慕希全新推出的安慕希益生菌酸奶。今年安慕希给大家带来万物向心的力量，品牌攻坚常温活性益生菌的创新技术，推出了全国首款小金罐常温活性益生菌酸奶，不惧胃酸挑战，让益生菌活着到达肠道，点这糖更轻盈。而我们这一款题板上就是像白鹿手中的是这一款小金罐，11LTG 超活益生菌。安慕希小金罐添加11超活 LTG 益生菌，减蔗糖更轻盈，大家可以享用。超活一下，超多超活益生菌，好喝更有益，一起安慕希。如果 OK 的话，我们就开始挑战。能先让这个弄一下试试吗？周深都不用动，我这样就过去了。你摆个 pose 吧，你帅气一点。你这样有可能会过不去。来个延展的造型。哎，对了，对了，好，就摆好了，不能动、啊，别动，别动，不能动啊。头头头，哎哎哎哎，差点没。这差点没过、啊、一条水产鱼没过，坏了，坏了吗？坏了。哎，第一位出战的成员是白鹿，来吧，六儿。哇哦哇哦，是个猫的形状，好可爱。这个一 Y 七，哦，这个好过，这个好过。九，哇，这个得跳一下。二亮相，抽中安慕希益生菌酸奶亮相牌，完全没问题。哎，你完全没问题，加油。你先控制一下速度，对，你要起来，赶紧起来，控速，控控速，控速。厉害厉害，他怎么蹦过去的？他就直接窜过去了。该谁了？接下来要挑战的是张真源。九，二，六号，这简单。五号，七号，哇，七号好难啊。一号，喂，哇
啊，八号，小狗，三号，哎呀，哦，抽中 MC 益生菌 standard 亮相台，哇，这不一路蹲过去吗？这个也简单，哎，这个可以啊，这个我喜欢，这些我都喜欢，最后一个是啥来着？猫是吧？你的狗，柴犬啊。我觉得他都能过去，这个我都能过，这个我都能过。我们拭目以待，看看。来来来，我们拭目以待。成。我怎么感觉我过不了呢？那你刚才说不是能过吗？蹲着，蹲着慢，蹲着慢。哎，蹲一下，蹲一下，蹲一下，竖起来，竖起来。哎呦！哇哇哇！竖起来，走，蹲蹲蹲。蹲蹲蹲！哇！哇！蹲蹲蹲蹲蹲一下，竖起来，竖起来，站站站站，蹲蹲蹲！哇！哇！六六六六六六六！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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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分，厉害厉害厉害！哇塞，目前场上最高分。接下来要挑战的是张一凡，请选择数字九、九、八、七、六、五。你这按顺序了是吧？四，很有可能，很有可能。啊！我的天，三应该是男的。哎，哇，你慎重啊，慎重啊，慎重。二啊，选一。这个真没剧本，太厉害了！哇，你的运气太好了！一些光环。一凡最后挑到了 MC 益生菌酸奶的亮相台，所以这一轮要挑战八个障碍，直接拉满。哦，加油！加油！慢点啊，小心。一凡你不能放弃，就别带着板子走了。妈耶，哇哇，一凡不是妈耶！三分得分不两分，这些光环。不要气馁，不要气馁，你是好人，没关系的，没关系的。这个板子彻底不存在了。嗯，带回家了，没关系，素材有了。可以。接下来要挑战的是周深。九。感觉这轮是五，你又开始猜了啊！刮刮乐，你又要刮刮乐了。真源说让你选五号，五号，我们真源又发话了。哎，你看吧，我说不是吧？九、九、七、一、四。哦。二号。哇，小猫。深深。我觉得是三深深。嗯。三号。我说别选三。嗯。六号。你感觉对了，最后一个是八，八号，有八是奶。哇！完成了！哇哇哦！小白号，可以啊！这个不得八个全过呀？凑凑凑的吧。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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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松啊，慢一点，别着急，别急别急。哦，厉害厉害，钻慢，低点头低头低点头低点头，哇哇哇哇哇哇，五分，哇六分，哇七分，哇哇。哦，厉害厉害，钻慢，低点头低点头低点头，哇哇哇哇哇哇，六分七分八分八分满分，全场最高分满分，八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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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太理解那种玩玩游戏是负分的人的心情了。同样都抽到了八个板子，为什么某些人就为什么某些人就该谁了？接下来要出战的是雨琦。九二三，选咱生日。我九二三一六六八八八一七。哦，我的天哪，这是给我准备的吗？脖子那么老长，脖子那么老长，钻过去，漂亮，可以可以可以，蹲下，看看，哇，够瘦够瘦，哇，有些人。啊，真的好刺耳！过了过了过了，五个五个，你已经前三了。目前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第一名周深，第二名张真源，第三名是雨琦。基本上我们跟前三无缘了。不一定，不一定，真不一定。怎么这么不看好我们后面的人吗？确切的说是不看好咱俩。没有，我不用想。他那是都剪不到正片里面。在部落里面，他得点进去才能。在跑男部落里，先穿上皮衣，哦，先得去他的部落。你俩属于表演了吧？表演赛，表演赛。四、九、一、二、三，四个，就算过了也没有，也没有意义。你也进不了前三了，你要不要表演一下？放在部落里。起来、哦、还可以这样的、哦、还可以这样的，够瘦够瘦，还可以两分，你不怎么样，那我起码也是有分的呀，那我也有两分啊，你还得得个分啊。一二七九八八八八三，哦，稳住稳住，哦，我还能停一下，不是我想怎么过去，跨跨跨跨跨跨跨，低头低头低头，可以，哇，这个难，这个难，这怎么过呀，要蹲要蹲，跨要跨，牛吧，大牛吧，以后不叫大水牛了，大牛吧。来，先开个四，来七，一，一号，一有太可惜了。哇，哎，哦，哇，这玩意儿不，哎，这不行啊，这不对呀、啊，大哥，你过这两个板子，显得你早上的耍剑毫无意义。你在这演我们呢？我没有，这两个你都负二分，要不要把他这个过这两个板子给剪了呀？就是这个出去以后，咱们郑业神可能找不到工作了。来，直接拉满。哎呦，有了，可以了。天哪，怎么越来越难了？一定要过得帅啊！加油，加油！蛙跳蛙跳哇哇哇哇哇
哎，请闪一下了，换人了。最后一位出战的是沙哥，沙的成员也可以趁机品尝一下美味的 MC 胸军酸奶，来为沙哥助力，也为自己加油。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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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二三四五六挨着给我翻。一号。哎呦！翻。哎呦！翻。哎呦！好难啊！四号。哇！翻。哇！就是这个。这个是了，我估计。翻。哇哇！七。翻。哎呦！八。不会吧？翻。翻。我看看啊，都是什么啊？我这都得跨过去，这个我蹲着，这个我蹲着，这个、我站着，这个我蹲着，这个、我蹲着 ，OK 了。跳跳跳，蹲蹲，站蹲蹲，全是技术。OK 了，来吧。哎呀妈呀！沙哥加油！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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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呀！沙哥！哎呀！沙哥！哈哈哈哈哈！不负所望，不负所望，挺好的。找到叫蛇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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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叫蛇蛇卡卡撞撞晕。老三哥，部落里有了，部落。要不咱们是家人呢？家人。沙哥刚才得分是零分。要什么分？乐呵乐呵得了。哎呀，稍微有点快。接下来排名前三的成员共同决定，从其余的七位成员中挑选一位成员，并从他的三颗玲珑球当中选择一颗来查验球里豆子的情况。装有红豆的玲珑球被烧会冒出红烟，装有黑豆的玲珑球被烧会冒出黑烟。一旦玲珑球进行过验证，这颗球就会被烧毁。如果一个木偶的三颗球都被销毁的话，那么木偶与人类的连接就会断开，也就意味着这位成员就会被淘汰。那这个就即便是挑对了人，但是不一定挑对球啊。一人三个球，现在招谁？就是他们都很推荐鹿。白鹿咋不说话呢？替我吗？白鹿呢？我老觉得今天有点不自然。白鹿，这有点怪呀、啊，这人今天。刚才为什么？因为我也比较了解你，我就觉得今天你有点怪。你把我抬出去好了。直觉。我今天一直想离开人群，我在想让大家注意到他的一些表情。哦。那敲呗，可以。敲我的，敲我就白费了，敲我就白费了。你看这两人沉不沉不沉默？会不会是搞个成个路？为什么？但我感觉飞行你是你，不会是你吧？我是飞行吗？我谢谢你。是我的意思，常助理。我飞行。没有，我知道。啊！那烧谁？有没有打算对狗号找队友呢？一上来上车就跟我开始哭。赶紧，咱赶紧相认，之后好办事儿。就凯哲，那我其实也有凯哲的感觉，有凯哲的感觉。找队友呢？第一次挑战，我没有。选择数字。白鹿很想赢啊，胜负欲非常重啊。好，接下来要出战的队员是凯哥。如果他是坏人，你肯定觉得我不该往中间放。你看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他就一定往中间放。好，就这个。
玲珑球正在销毁中。深度好睡眠，为奔跑加速，喜临门床垫提醒您下节更精彩。